哎，臭送外卖的，没长眼是吧？把我车蹭花了，赔得起吗？王鑫，你们认识？哎呀，宝宝，他就是那个、我那个穷鬼未婚夫。刘平，既然你都已经看见了，那我就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是不会嫁给你这个穷鬼送外卖。看来你是见见捡未婚夫的份上，我就不让你赔钱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照顾好芊芊的。哎呀，讨厌啊！我们走。你说放开我，脏不脏啊？有钱就了不起吗？我就要这么死了吗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宿主的情绪值已触发系统，万物贬值系统开启，即刻起宿主的财富值保持不变，世上所有物品物价贬值100万倍。我妈说了啊，想娶我可以，不过彩礼得要100万。我努力。哎，手脏不脏啊？别碰我。啊，讨厌啊！讨厌啊！哼，刘平啊，刘平，你他妈就是个废物！就你这穷逼，还想追我们大校花？做梦去吧！儿子，妈妈这病是个无底洞，就不拖累你了。这个卡上的医疗费啊，你留好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妈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我居然没事儿，这怎么可能？喂，刘平，你快来救我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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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马上过去。法拉利最新跑车震撼上市，仅需20元，星海楼王开启预售，8元让你住上高端豪宅。我说大小花，你还真以为刘平那个穷逼能来帮你？小平。刘平母亲临死前给了他一笔钱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帮我的。你对他抱有希望，还不如好好陪我几晚，说不定我能晚点向汪氏集团催收欠款。你真无耻！我告诉你，你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一会儿我要让刘平亲眼看着你服侍我。做梦！我死都不会让你如愿的，你放开！这应该就是汪孟非说的地方了吧？喂，干什么呢？在这停车需要交停车费的？啊？我这可是共享单车，也要停车费？我管你什么单车，只要在这停就要交停车费。你要是不想跟呀，去那边去。哪儿啊？从这里去那里，上天桥下天桥，路不多，也就10分钟吧。算你狠啊！多少？什么？我停个共享单车就要2块钱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哎，停不停啊？你去那边，算我倒霉。切，装什么装？2厘都付不起。2块？我的妈呀，这太有钱了吧！我这一年的工资都没这么多。哎，刘平。王倩，哎，刘平，王倩，刘平，你怎么还能跟我上这儿来呢？我是不会跟你复合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吗？宝宝，他就是那个不穷屌丝，一直对我死缠烂打的，太恶心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是不会跟别人在一起的。知道，一个穷屌丝而已，你不配跟我讲你。哈哈哈！呀，刘平，你也看到了，
我现在呢很幸福。嗯，哎，金汉这种地方不是你这种穷屌丝能消费得起的。我看还是赶紧滚吧。你有病吧？你骂我？我说错了吗？王倩，是这个人比你爹年龄还要大吗？我认识你这么久啊，真没发现这么恶心，还有这种癖。骂谁恶心呢？我看你才最恶心的那个吧！你个臭穷屌丝，你还敢来白金汉？保安，保安呢？丢柜的客人，丢柜的客人，我来了。丢柜的客人，丢柜的客人，请问你有什么样的需要？丢柜的客人，请问你有什么样的需要？你刚刚叫他什么？尊贵的客人，你脑子有病吧？你看看他真是穷逼样，他一个送外卖的，我们家宝宝才是最尊贵的客人呢。活该你做一辈子保安，跟这个警鬼一个鸟一样。怎么还骂人呀？刚才这个客人在停车场给两块钱停车费，这不是最贵的客人是什么？你没有钱，你没能给两块钱停车费吗？什么？不是，刘平，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钱？你怎么可能有两块钱去还？这不可能！王倩，你娘有病吧？两块钱很多吗？我为什么拿出来？这位帅哥真不愧为前女，两块钱去在他里面，仿佛就像两厘钱，这也太霸气了。至于那女，这个小子真那么有钱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刘平，难怪你突然这么有钱，这是你妈连命都不要了留下来的手术费吧？我说呢，拿着自己妈的卖命钱来这泡妞，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啊！不许说话！哎，王倩，你又想干嘛？我们家宝宝是尊贵的有钱人，不和你这种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穷鬼打架。不过我今天说了，你今天就是不能进入白金汉。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进啊？白金汉是超级会所，资产必须起码有十块钱才行，你拿得出来吗？哼，臭保安，我想你应该还没对他进行验资吧？还不快点的，随便放什么人进白金汉，小心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十块？对，就是十块钱，你拿不出来了吧？你尊敬的客人，为了确保白金汉的规则，请你跟我去验资房验资。你确定？尊敬的客人，请你不要明了吗？就十块钱吗？至于搞这么正式吗？不用去什么验资房了，我现在就有。什么什么？百元大钞？什么什么？百元大钞？这是真的百元大钞？爸妈，你儿子竟然开了百元大钞，出息了！谢谢你让我大开眼界，谢谢你让我看到了百元大钞。我去，这保安是疯了吗？一百块而已，至于这样吗？难道说在这白金汉当保安的工资比我送外卖还低？那确实够可怜的。我理解你对金钱的渴望，但你一定要相信，困难总会过去的，今后的你也一定会有钱的。最近的客人，你真好。天哪，我奋斗了一辈子，全部身家也只不过是50来块钱，而这个年轻人随随便便就拿出了100块钱，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不行，无论他是何方神圣，我一定不能得罪他。那个小兄弟，任兄弟，对，是我说错话了，也是他让我小的不配合你称兄道弟，都是我的错。小的给你跪下了，你就饶了小的好吗？宝宝，刘平的就是个穷鬼而已，你跪他干嘛？你快起来呀！妈的，贱女人！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至于得罪刘少吗？你是要把我害死啊！刘少，这些你也看见了，都是这个贱女人在从中作梗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已经跟她分手了，她做的任何事情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现在可以饶过我了吧？问，是。
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之前一直都是在考验你呢，恭喜你通过考验了，我们和好吧。你也滚！你滚不滚啊？不滚我赶人了啊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对了，最近的客人，碍事的人已经赶跑了，请你进入会所尽情享受吧。啊啊！今天白金汉竟然来了一位这么有钱的客人，我得马上把这事报给总经理开除，免得到时候再乱整，那事情就大了。刘平，你个乡巴佬又在偷看笑话。我什么我？刚你把我的头给弄脏了，现在给我挺干净。哎，太天，你们怎么又在欺负刘平啊？别太过分了。过分？我让你这样更过分。来，给我好生的揍他。哎，他都不走，快住手啊！哎，不走可以，你得好好走。你变态呀你！我变态？哎呀！你放开他！你刘平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不然我……怎么了？是我弄痛你了吗？说的是，我愿意为你。啊？说的是，我愿意为你。啊？王鸿飞，王总刚才说了，只要你肯放弃你公司的控制权，王总这边还是会继续让你在公司里头上班的。至于职务嘛，扫扫地也挺不错的。财少，你这又说笑了。像王总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怎么说也得当个秘书啊。啊，对，有事秘书干，没事干秘书。真不要脸。王莫非，你现在可以走，不过你走了，我的公司就彻底休。王总，我王虎呢，不是不怜香惜玉的，今晚你先陪我一下，我就减少你公司一块钱的欠款，如何？王总这么大方，王莫非，你还有什么犹豫的？一块钱也值了。你放开！现在就让我享受享受这金海第一美女的滋味吧！来吧，住手！现在就让我享受享受这金海第一美女的滋味吧！来吧，住手！没想到你个穷逼乡巴佬还真来啊！怎么想英雄救美？阿贝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十九，蔡天，你也太过分了！就算穆飞他们公司欠你钱，你也不能这样对他。这小子谁啊？一个穷逼乡巴佬。不想当。方孟飞欠我们的钱，你他妈要是有能耐就替他还，要是没这个能耐就给老子滚，别让老子发火。听到没，乡巴佬，让你滚啊！我刘平，算了吧，我本来以为找你借些钱还能弥补一下公司的亏空，只不过漏洞真的是太大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了。或许这就是我的命吧。哼，你知道就好。不是，孟非，你们公司到底欠他多少钱？八十。什么？八十？对，就是80。现在知道怕了吧？就算把你祖宗十八代卖了，你也拿不出80。不是吧？就80而已，还要卖祖宗十八代？蔡天，这是傻吧？孟非，你刚才确定说的是80，而不是800万、8000万、8亿？平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抱歉，我只是80的话，我有啊。
只是八十的话，我有啊。一百，真的是一百块？刘平，你怎么有一百块钱啊？母妃，一百块而已嘛。我虽然穷，但也不至于一百块都拿不出来。钱给你，孟非和你们两清了。什么两清？王孟非虽然欠的是八十，但是加上违约金和利息，那得还一百二十块。你胡说，怎么可能有一百二十块？我们说是那就是，对吧，王总？哦，对对，按照约定，他就应该还一百二十块。二十块钱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已经是巨款，我就不信你个穷逼还能再拿出二十块。天，你真是该死你！少废话，拿不出钱来就赶紧滚。算了吧，你要拿你母亲丁丁的钱帮我，我已经很感动了。只是这不就是二十块吗？有什么好生气的？给你。多出的三十块不用找了，给你买纸烧。给你，多出的三十块不用找了，给你买纸烧。你他妈的，搞不他就是个乡巴佬，没钱吗？我刘平竟然能这么轻松的拿出一百五十块钱，他真的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刘平吗？这些人是怎么了？一百五十块而已，至于一个个这样看着我吗？难道是我早上出门没洗脸？没有啊，我记得我都洗干净了。哎，算了，还是先解决眼前的事吧。喂，这够了吧？够了，够了。真的？你还想怎么样啊，蔡天？我本来以为你就是穷，人还挺老实，但没想到你竟然还做贼。我做贼？对，你就是做贼，不然这150块呢？王总，这钱一定是这小子偷来。刘平，根据龙国法律，盗窃严重者会被判处极刑，你就等着受死吧。我去，偷150块钱都要枪毙，疯了吧？你乱说，刘平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那要是不做贼，哪能拿这么多钱？刘平，你就等着受死。谁要报警抓我们白金汉的贵宾啊？是谁要报警抓我们白金汉的贵宾啊？熊飞龙，吴经理，就是他。对对对对，我已经通过我们店里的审，还拿出了百元大钞。哎，尊敬的贵宾你好，鄙人是白金汉的总经理熊飞龙。哎，欢迎你来到白金汉消费。你好，你好。有钱人向来傲气，没想到这位贵宾竟然这么随和。还真是不一般呐。熊飞龙，你可别笑死我，把坨狗屎当黄金，刘平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有钱。我看这150块都是偷来的。蔡天，尽管你叔叔是白金汉的副总经理，你也不能随便诋毁我白金汉的贵宾。你还知道我叔叔是副总经理，那你还监管不严，错把穷逼当贵宾？我明天就让我叔叔去举报你，让你去扫厕所。你不信你可以问问汪孟非，我们都是同学，他知道刘平的家境。刘平家境确实有不好。怎么样，熊经理，现在清楚了吧？哼，明天我让我叔叔找你算账。刘平，现在跟我去警局吧。你不能抓我，我没偷钱。我去，好多钱呢！我去，好多钱呢！这。刘平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我的天，这些真的是钱吗？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。蔡天，我虽然穷，但我一没偷二没抢，你想抓我去警局就得拿出证据。什么？他竟然说他穷？我没听错。如果他都算穷的话，那我算什么？我蔡天，老子命令你现在马上向我的贵宾道歉。
能够随手携带数千巨款，怎么可能是小偷？蔡天这下可完了呀！我道歉是吧？行，老子就今天打过去道歉。我打，好，让你来死！尊敬的贵宾，您放心啊！尊敬的贵宾，您放心，蔡天他污蔑您这事儿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给我狠命的打！我的天，这熊经理下手也太狠了吧！我可不能得罪他。熊经理，你太客气了。刘平，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啊？这多吗？这还不多吗？这还好吧，这个就是我十天的工资而已。啊，尊敬的贵宾，不，爹，您是我亲爹啊！爹，您是我亲爹啊！这一天一百，一个月就是三千，就是当今首富也没有他这样有钱啊！这刘平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不管了，这条大腿我抱定了。哎，熊经理，你挺幽默嘛。尊敬的贵宾先生，这是我们白金汉的至尊贵宾卡，还请您务必收下。天啊，竟然是白金汉的至尊贵宾卡，这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不行，我也要抱紧他的大腿。刘先生，这是小人名下珠宝公司的无限至尊卡，有了这张无限至尊卡，小人公司的珠宝您随便拿，全部免费。这好吧，刘平，这是他们的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是啊，对对对，您收下吧，您就得收下，您就得收下。那行吧，刘经理，刘先生，那个这天痛的晕过去了，亲爱的主人。拖出去！刘先生，您觉得这样满意吗？哎，刘平，今天真是多谢你了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肯定就……哎，孟非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也没帮着你什么。不不不，你已经帮我还了120块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赚钱还你的。啊，孟非。就区区120块而已，你别这么较真。区区120块，是啊，对于刘平来说，还真是区区120块钱。刘平啊，刘平，你还真是低调。总之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行，你高兴就好。嗯，那个，我到家了。啊，那我就。哎，刘平，那个我一个人住，你要不要上去坐坐呀？啊，孟非，你家真漂亮。我家跟你家相比就是个贫民区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低调呀？你要是想住的好点，还不是小事一桩？那个刘平，你先坐，我先去换件衣服。啊。啊，换衣服？刘平，我漂亮吗？刘平，我漂亮吗？不是，莫非你要干什么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刘平，你好像很紧张啊。嗯，这么想念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，能不紧张吗？我，莫非你再这样，我受不了。我去，这谁受得了？刘平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我到底漂不漂亮呀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我的大小花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？刘平，我想好了，欠你的钱吧，一时半会儿我肯定是还不上了。你的恩情，我只能把我自己给你了。好好好。那么，你放心，我还是
喂，刘平，你这个混账的东西，说好今天交房租，你人死哪去了？房东太太，我马上过来。喂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所以，我这是被强吻了吗？不过，这感觉还挺不错的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你干什么呀你？好你个刘平，你欠了我两个月的房租，你总算是出现了。我干什么？我要扔东西。我不是说了我今天交房租吗？行，两个月的房租加入水电费，一共3000，给钱。什么？多少？你个死废物，你别在这给我装蒜，一共是3000，不给钱滚蛋。这是1块钱啊，给你，给我滚。这是1块钱，给我滚。你还能拿出1块钱来？真是1块钱？刘平这废物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钱？难道是中彩券了？哎，刘平啊，哎呦，你个挨千刀的，一定做了坏事才有这么多钱。不行，我得报警。该死的房东太太，把我这弄这么乱。喂，警察局吗？我要报警！我有钱以后我就帮你起别墅、豪宅。两块！我的妈呀，这太有钱了吧！刘平，你怎么有100块钱啊？我不是说了我今天交房租吗？那行，两个月的房租加水电费，一共3000，给钱。不过，一天这一切太不寻常。不对，这里面一定有我不知道的事。哎，来了。刘平，我劝你老实交代，这1块钱巨款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警察叔叔，我已经交代的很清楚了，那1块钱是我自己的。再说，就1块钱而已，你算不上巨款吧？你还嘴硬？你们要不信的话，可以插嘴。我们虽然穷，但也犯不着为1块钱说谎。你以为我们不会查是吗？怎么样，查出来了？马上就出来了。他到底有多少存款？个十千万十万，他竟然有50万存款。什么？老板有结果了。黄里黄风的成何体统？什么结果？那个刘平他自杀的。您前两天不是让我调查他到底有多少钱吗？我现在查清楚了。1000还是2000呢？如果我真的有1000到2000，我算算。但是和金凯的三大家族比起来，还差点意思啊。哎呀，不是啊，老板，他至少有50万。什么？50万？50万？飞总啊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吧？哎呦，我的老板呢？我哪敢跟您开玩笑啊？这事儿啊，千真万确。就在今天，刘平啊，因为一些事儿被官方给带走了。我刚好那边有关系，那人告诉我，刘平的银行卡里至少有50万存款。50万，既然有50万，龙国首富都没有，金海三大家族全部资产加起来都不到他的一半。这刘平啊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是啊，这也太恐怖了。那老板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还好你没有得罪他，
肯定处理的比较好，但此次事关重大，我们还是要探听探听他的虚实。明白了吧？我现在就去吧。刘平啊，刘平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梁叔叔，再见啊！哎，好嘞。你好，刘先生。你是白金汉的熊总经理。哎呦，刘先生，您记性可真太好了，正是小弟。啊，熊经理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么巧，你也从里面刚出来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小弟是听闻刘先生您遇到点事情，特意到这儿来等您的。怎么样，事情处理完了？啊，这样啊，没什么，都是一些小误会，现在没事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是这样的，刘先生，您作为我们白金汉的贵宾啊，我们白金汉今日要组织一场地产拍卖会，这边想邀请您参加，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啊？地产拍卖会？邀请我？我能参加吗？刘先生，您说笑了。要是连您都不可以参加，那估计啊，没人可以了。行，那我就去见见世面。不过我得先回去换个衣服。刘先生，那您住哪儿？我送您。凡人小区。啊？啊，行，走。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刘先生到了。啊，慢点。哎呦，豪车就是豪车呀，坐起来倍儿舒服啊。刘先生，您确定您住这儿？对啊，我呀都住这两年了。你别看这儿没有那么高大上，但住起来还挺舒服的。大隐隐于市，这就是神豪的格局吗？哎呀，当然了，这也就是我。换作是你的话，还真不一定住得惯。哎呦，那当然了，一星之灵还挺万。哎呀，我自然是不能跟刘先生相提并论。走吧。你这边坐坐，我换个衣服，很快的。哎，好嘞。好家伙！刘先生不愧是神豪啊，五块巨款都这样乱扔，当真视金钱如粪土啊。熊经理，啊，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，没干什么。那个刘先生，您那个五块钱啊，我给你放桌子上啊。啊，来，我之前在电视上看他们去参加拍卖会，都穿西装，也不知道我这地摊上买的合不合适啊。哎呀，只要是刘先生您穿啊，怎么都合适，还挺会说话啊。行，走吧。哎，刘平，你个盗窃犯，你还敢来呀？走吧。哎，刘平，你个盗窃犯，你还敢来呀？不是盗窃犯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哼，你不是盗窃犯，你这一块钱哪来的？你一块钱就不能是我自己的吗？你都快笑死我了。你是什么废物？难道我不知道吗？这一块钱是你挣来的，你以为你是我儿子张鑫呢？哎，也是，像我儿子这么优秀的现在不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儿子现在在白金汉会所任部门主管，那一年的年薪2块，你有吗？原来你儿子在白金汉上班。那当然呢。白金汉那是什么地方？你只是听听而已，你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。我听说白金汉老板要提升我儿子当总经理，知道吧？厉害吧？是吗？哎，那我就有个问题了，如果你儿子当了总经理，那现在的总经理该怎么办？老娘才不管他呢，他只要没我儿子强，那他就上厕所去。你笑啥？我全说的是实话。等等等，我跟你说，说你也听不懂。反正啊，你没我儿子厉害，
刘经理，你们要去扫厕所喽。喂，把那个张鑫给我开了。哎，你是谁呀？你凭什么要开给我儿子？我就是你口中所讲的用扫厕所来追赶总经理邢飞龙啊。啊，这就是拍卖地皮的拍卖会啊。是啊，刘队长，这就是金海今年最大的地皮拍卖会，金海的三大家族啊都来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刘先生，我突然有点肚子疼，我先去方便一下，就你就先进去啊。大人，闲杂人等进总内，有邀请函吗？不是，我是跟你们熊经理一块来的。我看你根本就是想混进拍卖现场，才跟我们经理扯上关系，你是找揍啊？来，把他撵出去。哎，等，我虽然没有邀请函，但是用这个尺寸贵宾卡。对不起，尊贵的贵宾，都怪我们有眼无珠得罪了您，还请你大人就答应饶了我们吧。是啊是啊，我们错了，您请您请，不免看。他是谁呀？吓死我了！你们是不知道，当那个尊贵的客人给我两块停车费，我的乖乖啊，我当时就震惊到了，两块钱呢，我三年的工资都赚不了那么多，当时给我这两块钱是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什么叫生蚝？这就叫生蚝。你这小子又在这吹牛了，大家都知道越有钱越抠。就是嘛，张伟，你饺子真魔怔了。我这是事实啊，我没有吹牛。贵宾，哎，你们不信是吧？我说的那客人就是他，待会让他证明给你看看，你们信不信。贵宾，这么巧我们又遇到了。拍卖会缺人，熊经理怕我们快乐呀。贵宾，你今天真是。啊，那个一般，世界第三吧。他就是张伟说的那个贵宾，我也不信。哦，对了，贵宾，刚才我和同事说你给我拿两块钱停车费，他们不信，你能帮我证明一下吗？哦，啊，对了，那天辛苦你了，我给你小费啊，给你小费。来，谢谢贵宾。那我走了。白云，他看出来。唉，一转手一天的工资就给别人，我也是手贱，喜欢打肿脸充胖子。不过，虽然那保安坑了我两块钱停车费，但做事还挺尽心的。呀，算了，就当100块买个当富豪的感觉了。你他妈走路！哎，刘平，蔡天，哎，你小子体质不错呀，挨了那么重的打，现在竟然全好了。错，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子。我你妈，你敢侮辱老子，你找死！贵宾，滚蛋！哦，我去，这是李小龙本龙吗？这，贵宾，你没事吧？有事的应该不是我，是他。哼，谁让他欺负我的贵宾，这就是他队友应得的下场。我去，这也太感动了吧。啊，对了，贵宾，你跟我的这个本人大成太贵重了，我问你好。啊，没事。这拿。刘平，你是找死吗？刘平，你是找死吗？谁敢欺负我的贵人，我看他答不答应。我你妈！你他妈算老几呀？三番两次跟我作对，不发威当是病猫了是吧？啊！谁在那闹事儿？输了，终于来了，就是这个刘平，上次坏我好事，这才动手打我。贵宾不好了，这是蔡天的叔叔，白金汉的副总经理，他来了。刘平，立刻自断一条手臂，然后跪下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。好霸道的做法啊你！你也不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得罪我蔡家人，不问缘由，你也别跟我说什么你是超级富豪，就你这个年纪轻轻的样子能有多少钱？既然你不下跪，我就帮帮你，动手。哎，别敢啊！
刘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蔡木虎，你这是疯了吗？刘平可是白金汉的贵宾，你敢惹他是想找死吗？我找死？哼，熊飞龙，今天不管谁来，都不能阻止我给我侄子报仇。动手！要是我呢？老板。蔡某虎，你胆子真大！刘平是我请的客人，你敢惹？我一会儿收拾你！刘先生，不好意思，都怪我管教无方，得罪您了。你的确是管教无方，熊经理，你好样的你！贵宾，贵宾，贵宾，你等等！贵宾，等等！蔡副经理推迟。耀武扬威惯了，但是这个事情和白金汉没什么关系，请你消消气。你这个小保安还挺尽责的嘛，这个时候还为白金汉。我虽然是个小保安，但是我拿着白金汉的工资，你要是不喜欢听你请，我就不说。哎，我问你问题啊，为什么你一直叫我贵宾啊？而且不光你们熊经理，就连你们老板对我也特别客气。你有钱呀。有钱就是爷，有钱就是贵宾呀！你不是贵宾，谁是贵宾？我啊，有钱？是啊，你是我见过最有钱的人啊！第一次在停车场给我两块巨款呀！我的妈呀，我三年的工资都没那么多，现在又重赏我100块钱，100块呀！我的妈呀，这100块钱我都可以做大老板了！对了，贵宾，这100块钱太贵重了，你不能收。100块，啊，当超级大老板，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怪不得我总在街上看到什么5块钱买豪宅、10块钱买别墅的广告，这么一想，全部都想通了。原来这世上的物价都贬值了，只有我的资产还保留着。这么一想的话，月入3000的我还真是个超级富豪啊！哎，没想到我刘平有朝一日也有当神豪的一天呢，贵宾。贵宾，贵宾，怎么了你？啊，没什么。这100块你收着吧，既然我都给你了，拿着吧。啊，我不差钱。可是这……那好吧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从今开始，我的命就是你的命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对不会往西；你让我挡子弹，我绝对不会退缩。行，没必要，100块而已，这是这么要什么？没必要啊。谢谢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实在是抱歉，我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你是真没想到吗？熊飞龙，还不知错？熊经理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借故去上厕所，让我到处乱逛，就是为了让我遇到蔡木火他们叔侄，好让我们发生冲突吧？熊飞龙，你这一招借刀杀人用得好。啊，刘先生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熊飞龙，我不喜欢这样，我也不可能成为你借刀杀人的刀。刘先生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啊。那蔡木火虽然是副总经理，但是他背靠着蔡家，迟早有一天会把我踹下去的。我也是被逼无奈啊，我只能先发制人了。刘先生，恐怕你不止这一件事瞒着我吧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个大男人动不动下手，你成什么样子了？既然你们老板这么想探探我的虚实，那我也不帮着他看看。我刘平啊，不是那么好算计。哎，刘平，你个废物怎么又来了？怎么，这拍卖会是你家的，我还不能回来了？哎。还有啊，你要是再敢叫我废物，信不信把你嘴打了？你，叔叔，这个废物简直太嚣张了。放心吧，嚣张不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没看出来吗？
老板是在试探刘鹏的虚实。若是等老板试探出结果，他是个穷光蛋，不只是他，连熊飞龙都得滚蛋。跟我斗，他们还太嫩了，到时候一定让他们生不如死。这个是白金黑的会员，好几个，那他们都有动作。哎呦，刘先生，您又回来了？怎么，你不希望我回来？啊，希望，当然希望。您可是我们白金黑的贵宾，我怎么会不希望呢？行啊，那就废话少说，开始吧。刘先生，说快。您看看，本次拍卖会有四块要拍卖有价值的地皮，其中的三块您先看看。哼，就那废物竟然还想参加地皮拍卖会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我你妈，你干什么？刘先生说了不许看他废物。你这也叫有价值的地皮啊？我看不过是堆垃圾的地方吧。赵老板，你要是再拿不出有价值的地皮的话，我可就走了。请坐，请坐。建车呀，你先看看这一块。嗯，这块地面积够大，位置也不错，有点意思。李先生，这个是金改的新地王，多少钱？三万。三千，三千本，怎么可能三万嘛？买了。哎。林月，真买了，这可是三千块钱呢。不就是三千而已吗？很多吗？我说买了，全款。我说买了，全款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这小子要买金海帝王？金海帝王就算金海三大家族也没那么轻易拿下，这小子怎么说的这么轻松啊？我看十八九啊，那吹牛呗。我不相信他有这个能力购买帝王。刘平，你说这么大的话也不怕闪了腰？闪了你的老腰都闪不了我。你赵老板，这块地我不能买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但拍卖会有个规定，在落价之前需要验资。李先生，您是否验吧？尽管去验。原来挥金如土的感觉是这么爽啊，怪不得人人都想成为有钱人。知道他是谁吗？金海帝王，我们萧家世代不能落在别处。这块地啊，你买不了。这块地啊，你买不了。竟然是萧家少爷，萧家可是一直想要拿下金海帝王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那小子要倒霉了。你是谁啊？萧家，萧指挥。不认识。你小子，你别太狂妄。刘先生，萧家在京可是三大家族之一，是萧指挥更是萧家的大户。嗯，你也看上这块地了？这块地本来就应该属于萧家。切，装腔作势的吓唬谁呀？既然你也看上了，那就喊价吧。这里是拍卖会，没人不让你喊价。小子，你别不识抬举。你再不喊，我就买下走人了。嗯，我四千。五千。六千。七千。嗯，少爷，家族只能出六千资金，现在已经掏空家底了，不能再叫了。走开。我七千五，先加五百，你防什么火？赵老板，这块地如果开发成功的话，收益怎么？哈，李先生，这个是金海的帝王，就算你不开发不成功，收益至少在两万以上。如果开放的话，那可是不可估量。原来如此。怎么样，小子，不敢再加价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萧家看上的东西，谁都拿不走。不是。我出一万，我出一万。什么？你出一万？天哪，我这是听错了吗？一万呢？那可是比肩农国首富的境界。难道他真的有五万存款？怎么，就出一万？
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小子，我们肖家可是实打实拿出6000来，你光盘有什么用？我不信你有1万。熊飞龙，给我刷卡。 恭喜您，刘先生，金海帝王现已真正归您所有，这地产证书，请您收下。叔，他真买下金海帝王了！混蛋，老子又没下。这没钱装什么？给我好好调查一下这个刘家，金海不需要这么卑鄙的人存在。是，你看清楚了吗？ 老板，我看清楚了，刘先生的卡里真的有50万。这个刘先生呢，当真不一般，难道他是国内某影视城豪的世家破产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抱紧这条大腿。明白。刘先生，刚刚肖少的脸被你是没看见，气得都发青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就是1万块钱的事儿吗？至于吗？刘先生，您真不愧是神豪啊！ 不过，这块地呀，你怎么开发呀？你有想法？实不相瞒，我们白金汉呢，涉及房产好多年呢。如果你相信我们的话，把这块地给我们来做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可以，那就谢谢刘先生了。您别着急谢我啊。你还是说说看，他们两个怎么处理吧？虽然我不愿意给别人做刀。 但是他们两个确实让我很不爽啊！听到了没有？还不道歉？对不起，刘先生，错了，真的是我错了。说过，看人家得罪了你，求你放过我，说说说，那咱不能道歉。谁让他？走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怎么可能得罪你？走。你在这丢人现眼的，走。哎，刘先生，放心，我一会儿收拾他，立即跟满屋的交代。 刘先生，蔡木火被我们彻底的赶出了白金汉，我也发出了通知，以后啊，永远不能和蔡家合作。我们把蔡田的双腿也打断了，扔了出去。你看这样的处理，你满意吗？嗯，这事儿你处理的不错。熊总经理，恭喜你了！谢谢。行了，这以后金海帝王的开发工作就由你们白金汉负责了。<笑> 好的，谢谢刘先生，请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做好的。哎，安总来了。哎，刘先生，你好。你是？哦，我是金海银行行长陈，想为您刘先生这样的大客户提供一系列的理财计划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啊？来来来，啊，来，请坐。啊，刘先生，您先稍等一下，我去拿点资料，一会儿过来。 您坐下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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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原来这就是银行的贵宾室啊！没想到月入3000的我，竟然还有位银行行长亲自在贵宾室接待。哎呀，这沙发真软。您好，尊敬的客户，这是我们银行为您准备的茶水。刘平，胡芳芳。 刘平，胡芳芳，哎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啊！你是在这儿工作？我自然是在这里上班。你呢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办业务。哼，刘平，你可真是笑死我了！大家谁不知道，同学里就属你最穷啊，你还来办业务？办什么业务啊？ 用你那6位数的密码守护锦鲤米的存款？胡芳芳，你说话别太过分。我说的是事实，刘平，我不管你是怎么进入这贵宾室的，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，这里不是你能待的地方。胡芳芳，你说话别太难听。行啊，不滚是吧？那我叫保安把你赶出去。保安，保安。 你是谁呀？惹我们家小芳芳生气了呀？哎呦，黄总，您来了，怎么也不提前和我说一声？我没有亲自去迎接您，哎，还不是我这个穷逼的同学。
明明很穷逼，却偏偏霸占着贵宾室不走，也就是说气不气人嘛？嗯嗯，唉，这穷人呀，就应该有自知之明，知道吗，刘平？哈哈哈，我家小芳芳说的太好了，这穷人呀，就应该有自知之明。小子，听到没有？这贵宾室可不是你配能来的地方。就是刘平，只有像黄总这样身价高达100块的有钱人才能进入这贵宾室办理业务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黄总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不是偷偷进入这贵宾室的，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好好好，你不是偷偷进来的，是我们行长亲自请你进来的，这总算成了吧。刘平，你真是穷疯了，做梦也不换个地。嗯，行，你说什么就是了。哎呀，这样的银行也不配我钱存着。哎，帮我把钱全取出来，取完我就走。取就取，你给我等着。小燕，帮我把这银行卡里的钱都取出来。芳芳姐，您真厉害呀、啊！行长又让您去贵宾室招待贵宾了。什么贵宾呀、啊？过去是我的一个穷同学，全部身家都不会超过一分钱，这张卡就是他的。我这是把钱给他取出来，让他滚蛋。哎，芳芳姐，您确定要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吗？怎么？难道这卡里连一厘钱都没有？不是啊，芳芳姐，这卡里有49万存款呢。就算是把我们银行都搬空，也不可能取出来这一半的钱呀！啊！行长，行长，大事不好了！慌慌张的，出什么事了？刘先生要将49万存款全部取走！什么？刘平，我真不知道你在银行存了这么多钱。你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你不知道就能随便看不起人呢？我钱呢？哪儿呢？小芳芳，你跟他道什么歉呀、啊？听哥的，不用跟他道歉。需要什么哥满足你，不就是钱吗？哥有的是。这小子能有多少钱呢？你能不能别说话？行长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。林先生，真是抱歉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肯定是个误会，别往心里去啊。陈行长，哎，既然贵行这么不欢迎我，那我走好了。哎，不，啊，对了啊，记得早点把我那49万全部取出来。什么49万？他有这么多的存款吗？行长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吴芳芳，要是银行因为你损失了刘先生这个大客户，我和你没完。这有钱了，连天空看起来都格外的暗。高兴，打道回府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不是你干什么呀你？上回一个人扔我东西没扔过瘾，这回组团来扔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我是交了房租的，你没觉得在扔我东西？啊，对啊，不啊，不对，刘平啊，你真会跟我开玩笑。我哪能扔你东西啊？没影子事儿啊！你个鬼我！哎，你又干什么呀你？这是我儿子，来认刘大哥，刘大哥好。刘平啊，我呢以前的狗眼看人低，这经常呢老鼠骂你，连累了我儿子。哎呀，你说我儿子没有工作，这哪行啊？你呢，给熊总说说，让他回去上班。
原来你来找我就是为这个事儿啊！哎呀，刘平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跟邢总说说，让他回去上班吧，他没有工作不行。喂，这个房本我给你啊，这房子也归你。刘哥，哎呦，刘哥，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娘俩这一个个干嘛呢？这搞得我好像十恶不赦的坏人一样。给吧，房东太太，看在你儿子还不算坏的份上，我会给邢经理打这个电话的。不过这个房产证你还是收着吧，我不需要。哎呀，感谢，哎呀，实在太谢谢了，感谢啊！呀，走。好的，刘先生。我会让他回来上班的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哟，刘先生，程行长，这真的是你家？哎呦，我以为我找错了呢。哈哈，您可真够低调啊。程行长，你是来给我送钱的吗？我的天哪，刘先生竟然就这样随意把10块巨款扔在桌上，他难道不怕被偷吗？神豪就是神豪。程行长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有点走神了。我这次来呢，是专门向你道歉的。这件事真的是十分抱歉。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嘛呀？是吧，程行长？刘平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有本事就开门啊！芳芳，你大喊大叫的，你发什么神经？好你个刘平，竟然敢骂我发神经！我看发神经的是你才对吧？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超级神豪？我可调查过了，上午只不过是银行系统故障而已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只是个穷屌丝而已。想想也是，只有像你这样的穷屌丝才会住在这里。你骗得了行长，可骗不了我。你的意思是你比你们行长还聪明？至少我不会受你骗。走，我要上班去接发你。芳芳，看在咱们同学一场份上，现在马上跑，我不客气。我怕了？我怕？程行长，你说我该不该怕呀？吴芳芳，行长，你被开除了。刘先生，若不是超级神豪，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刘先生，你都看见了，这一切都是胡芳芳自作聪明，和本行无关啊！不可能，他就是个穷屌丝而已，怎么可能是超级神豪？郭妈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好，通知下去，即日起全行业彻底封杀胡芳芳。刘平，我错了，请你看在同学的份上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陈行长，求你别开除我呀。胡芳芳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要珍惜。再来，你走吧。刘先生，非常感谢您能再次给我这个机会。您放心，对于您的财产，本行将按照最高规格为您打理。光是利息，一个月您就能收到5000块。一个月5000块利息，这的确不错。陈行长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啊。嗯，那是一定的。刘先生，这是本行最顶级的至尊黑曜金卡，不限额度。它不仅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，更能让您畅快的消费。请您收下。好。刘平，救命啊！什么？马上过去。你终于来了，刘平哥，原来你没事啊！
我以为你小子死了。虽然现在没死，但是和死没差别。什么情况啊，聂哥？我和兰兰不是准备要结婚了吗？彩礼、三金都准备好了，谁知道兰兰他妈就是我那丈母娘，非要让我买个钻戒给兰兰，是不？亲自押我过来买，买也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没有钱。哎，小帆终于结婚了，兰兰是不是顺了？他交给你，你高兴？高兴？高兴有啥用啊？是为我找你来借钱吗？我也知道你很难，但是多少你也借我，让我渡过嘴。没问题。多少？五毛。多少？如果哪五毛，三毛也行，剩下的我想办法。瞧我这记性，忘了物价贬值这事儿了。五毛钱现在的确能买到不错的钻戒了。我是说，兰兰是不错的，这五毛钱的钻戒怎么配啊？要了，咱就买五倍。这钱我出了。你就吹吧，把你卖了也不值五块呀、啊。这方案，我跟你说，哥们现在有钱了，五块钱就能回来了。杨坤。老娘可告诉你，你要不给兰兰买个像样的钻戒呀、啊，我看这婚也别结了。你是？啊，阿姨，我叫刘平，是杨帆的爸爸，发小。还说你俩又是个情侣。妈，刘平好歹是我发小，你怎么这么说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看他还说一样，难道你还让他借你钱买钻戒不成？阿姨，你还真说对了。杨帆和兰兰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们结婚高兴，我就要送他们一个超级大钻戒。说话也不怕三个舌头。刘平，别我们说话就直接，别往心里去。你再走，钱的事情。哟。这来都来了，就这儿吧，走。哎，大话，刘导，本牛稳住。爸爸，这个钻戒随便挑，只要是你想要，都可以给我。兄弟，你来真的呀？放心吧，兄弟，咱不差钱。装，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。杨帆呐，刘平都说了，让你赶紧挑，不要白要，赶紧挑。这个，都拿出来。您真是好眼光，这几款钻戒都是咱们店里的爆品，给我姑娘结婚用。呀，这个好，这个多好啊，这个兰子一定能喜欢。这钻戒我们要啊！哎呀，这钻戒可是今年的爆品啊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亲爱的，我知道你最爱我了。钻戒而已，只要你喜欢，我随便。有些人左看右看的，看上去像是有钱的样子，实际上身上都是便宜货，穷鬼一个。你说谁呢？阴阳怪气的。还说谁？说谁不明显吗？对呀、啊，阿姨，你来错地儿了吧？你要去菜市场、商场左转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。还有，把这钻戒给我包起来。下次要再让这种穷人进来，根本就不来你店了。就是什么档次，还配跟我们逛一个钻石店？女士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款钻戒已经是最后一枚了，已经被这位先生看中了，所以……等等，你做生意的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啊。阿姨，你是觉得这款钻戒跟咱俩配上，你卖？这款钻戒是我们先看上的，我们要了。你买了，臭小子，你别笑死我了！你那穷酸样，你买得起吗？告诉他这钻戒多少钱，吓死他！好的，先生。先生，这款钻戒为全钻系列，价值8元。什么？就是钻戒8元？是的，女士。
快算了吧，8万块钱，我能买一栋豪宅的了。再说了，咱们不要跟他们置气，吃亏不大，认怂算了。这就对嘛，认怂不丢人。臭小子，买不起就给老子滚蛋！穷屌丝，也不看看你们几斤几两，也配跟我们家宝贝抢东西？信不信我们家宝贝用钱砸死你？亲爱的，你可太棒了，我已经在酒店开好房了，咱们走吧。小子，这个钻戒8块钱，你这是认熊，阿姨不怪你。阿姨，不好意思，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认怂两个字，不就是8块钱吗？很多吗？这个够不够？100块钱，100块钱。刘平，你什么时候有100块钱巨款？我跟你说了，咱不差钱。我问你，这个够了吗？够够够，先生，您这100巨款，别说是买这1枚钻戒了，就是把这些打包都够了。该死，我全部身家也就200块钱。这小子到底什么人，竟然随手就能拿出100块钱。不过想让我丢人没门儿。等等，我记得你们珠宝店的高级会员，无论他人出价多少，路权优先购买。先生，是有这条规定。我现在命令你把这枚钻戒卖给你。臭小子，看到了吗？即使你能拿出100块钱，这枚钻戒还是落到我手里。先生，您也看到了，这没事，不打紧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也有张会员卡。就你？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我这可是超级会员，我就不信你能拿出一张比他更高级的卡。哦，是吗？哎，那你就得帮我看看了，我这张是个什么卡？是这个吧？天哪，这竟然是至尊无限卡！这竟然是至尊无限卡！这位先生到底是谁？他怎么会有至尊无限卡？什么至尊无限卡？乱七八糟的，我都没有听说过。先生。至尊无限卡仅有5张，且每张都是由大老板亲自发出，而且拥有此卡者不仅完全拥有优先购买权，我司旗下的所有珠宝通通免费，所以您不知道也是正常的。什么？旗下珠宝通通免费？等等，今天我买这个钻戒不要钱？是的，女士，不只是这枚不要钱，而且是全部都不要钱。就算你把整个店翻封，我们也是愿意的。天哪，这哪是会员卡呀，这是得了一个公司啊。这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先生，每张至尊无限卡都有特有的标识，这造不了假。说不定是他捡了谁的，或者是偷的，真正的主人肯定不是他。这谁敢说刘先生的卡是偷的？老板您来了。没事吧？就是你污蔑刘先生，刘先生岂是你能污蔑？完了我的面！见过刘先生。王虎，你挺高调的吧？应该。也该让那些阿猫阿狗知道刘先生您的实力，不然都跟白痴一样老冒犯你。这个东西。行，这次就当我欠你们人情。帮我把这枚钻戒包起来。阿姨，你看你还有没有喜欢的，我也送你前世。这还有我的？当然了，阿姨，刘先生拥有至尊无限卡，您想要什么随便拿，不用跟他客气。
更不用跟我客气。您要喜欢这家店，直接送给您。对不起啊，咱俩没跟。不过阿姨，你看，你要是有什么喜欢的，就随便拿。还有杨帆，你也一样，我买单。这样不好。客气什么呀，自己。对，都是自己人。刘先生，能不能借一桌？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吧？刘先生，这可不是普通的项链，这可是著名的海洋之心。不说无数人想得到它，就它的价值啊，就值这个数，一个亿。刘先生，您可真会开玩笑，一个亿，那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。一千，一千。该死，又忘了物价贬值这事儿了。那你这是刘先生，我打算把这颗海洋之心无偿送。刘先生，我打算把这颗海洋之心无偿送给你，无功不受禄。你送我这海洋之心有什么要求？说吧。果然，什么事儿啊都瞒不过刘先生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说了。听闻刘先生您最近拍下了《金海帝王》，我公司一直也想进军地产，打不开门路，所以我想请刘先生带我入门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可以。不过我已经把房地产开发这事儿交给赵某了，你直接去找他吧，就说我让你去的，他不会拒绝。好，多谢刘先生。刘平，你都送我和兰兰那么大钻戒了，车就没必要了。那怎么行啊？你和兰兰结婚以后出行不得用车啊？我还想送你套房呢，不过你已经有了，算了吧。放心，哥们心里有数，这辈子啊，你就这一个兄弟，对他，行，啥也不说，好兄弟，一辈子。哎呀。小刘，刘老板，我呀有眼无珠，错怪你了，你别生我气啊。阿姨，你有错怪我吗？没有吧。阿姨，哎呀，你心里过不去。您是杨帆的岳母，只要你对杨帆好。还有啊，您千万别叫我刘老板，太土了，像暴发户一样。小刘，小刘就行。老啊啊，小刘，这是小刘。行，那先走了。走。杨帆呐，你有这个好朋友啊，你祖坟冒青烟了。刘平，你去哪儿去了？还不快来上班？还想不想工资了？我去。竟然忘了我还有工作这事儿呢。不过也是时候去会一会李有钱那个混蛋了。我勒个去，这车好漂亮啊！开这车的人一定很有钱吧？也不知道他帅不帅，有没有老婆？我要是能做他老婆就好了。刘平，行吧，你去，行。哎，你们好。我还以为是哪个富二代，原来是刘平那个去，真晦气。刘平，你他妈跑一年外卖，报废你的租车钱，你学人装逼啊，也得照照镜子，看自己配吗？租，这个是我自己花钱买的。也不贵，就15块钱吧。我本来啊想以普通人身份跟你们相处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苏月，真扫兴。不装了，我是超级神豪，他买的。神经病。下去。哎哎，不是，我真是超级神豪，这。
怎么就不信呢？哎呀，这人与人之间保持信任就这么难。刘平大哥，你就别闹了，你这些天都没来上班，李经理都已经发火了，他指不定还要批你一顿呢。还是小南好，值得信他哥。不过李有才那个秃子想批我还是做梦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来收购公司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收购公司？呀，行了，别磨叽了，赶紧叫你们大老板来吧。趁我现在心情还不错，这破公司还能卖个好价钱，完了可就没好价了。你什么你？李中芬，我告诉你，我收购公司之后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你，任天堂。反了，你等着。我现在给大老板打电话，我让他呀好好收拾你。不用打了，我来了。就是你想要收购我的公司？老板，这个刘婷啊就是个傻缺，他是送外卖的，哪有钱收购咱们公司啊？他这简直是痴心妄想。你小子既然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就知道拿我开玩笑的下场。知道？怎么不知道徐东北吗？所以我不是来收购公司了吗？我来当老板怎么样？哼，收购可以，我公司现在市值20万，看在你这么多年来送外卖也为我赚了不少钱的份上，我给你少5块，15拿来，公司拿走。我给你30，立马滚出。刘平，你真能拿出30块钱？送外卖的，哪来这么多钱啊？这是你该问的吗？还不快拿着钱赶紧滚！是。从现在起，公司就是你的了，我马上走。谢谢老板。刘平。你，我李中芬，还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吗？哎，听说了吗？刘平那屌丝要收购公司，真是笑死我了。他要是能收购公司，那我就是世界首富，学别人整辆豪车，就真当自己是有钱人了。脑子里装的是肿瘤吧？就是啊，刚才看徐旺高高兴兴出来的，估计是啊狠狠揍了刘平一顿解气了。等下刘平出来，我们可得好好的嘲笑他。虽然你们跟刘平大哥合不来，但大家都是同事，你们也没有必要这么落井下石吧。刘平大哥，哼，笑死我了。小南，你叫刘平那傻子叫那么亲切，我说你们该不会有一腿吧。经理，刘平就是个傻子，您没必要跟他生气。就是嘛，经理，你跟个傻子见识啥嘛，给我让开。哎，经理，你干嘛去啊？你还没给我们布置任务呢。还布置什么呀，老子被开除了。哎呀，看来你们都很喜欢李工。既然这样，你们请滚喽。刘总，您不能开除我呀，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您开除了我怎么活呀我。就是刘平，刘总，我们跟那个李中芬势不两立，只要您不开除我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真的是做什么都可以？那当然了，不过这不太方便，要不然我们……行，怪不得李秃子平时一直向着我，平时就对李秃子这样吧，去跳小丑，你再不滚的话，我报警了。好，走就走。
刘平大哥，刘总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是超级神豪。小南，你还是叫我刘大哥吧。刘总这个称呼你叫起来太别扭了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什么刘总。啊？您不是刘总，那谁是？你呀、啊，我决定把这家公司全权交给你打理，今后你就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了。啊！刘平大哥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我还是没有信心带好这个公司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亏的算我的，你干就完了。可是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哎呦，爸，你说你又没事，干嘛说被车撞了？你说你个臭小子，整天就知道忙赚钱，我要不这么说，你能来吗？哈哈哈！哎呦，我儿子今天这个装扮还是蛮帅气的嘛，哈。行了，爸，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？哦，是这样，你伯母啊，今天请咱们吃饭。我听他好像说呀，他小儿子升职跳槽了，他打算呢找了个女朋友，顺便介绍给咱们认识一下嘛。就是这事儿，哎，早知道就不来了，哎，我伯母又得踩过去。行了行了，你四这个也得长点志气，至于这样是吧？既然都来了呢，就进去啊，别啰嗦了，走走，哎呀，走吧，走。王姐，你看你这两个儿子个个都那么有出息，你以后啊可要享福喽。是啊是啊，我的儿子也有王姐买了一半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都是王姐教育得好，这可羡慕不来的。哪里哪里，那都是他们争气而已。哥，大嫂，可喜可贺啊。来吧。嗯，这是我小小的包里，不成敬意。请收下。怎么才两厘呀？你这当叔叔的也不给力呀？你这是打算要换花子呢？您呢也知道我这一年身体不是很好，也没赚到什么钱。虽说呢，这两厘钱确实少的，但是也是我做叔叔的一份心意。哎，在座的谁不知道？你就是一穷鬼，让你拿出来两厘钱就不错了，再跟你多要一分，那都得变卖家产了。哼，穷鬼就是穷鬼，总能找出好多的理由来，活该穷一辈子。父母，都是一家人，你说话太难听了。哟呵，刘平，一段时间不见，你本事见长了。竟敢顶撞我了你！跟谁说话？你也配跟我妈说话？老话说得好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您说的对，我们以前是没钱，是穷，但这代表我们会一直穷的。说不定我们现在有钱了呢。你有钱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去了。哼，一个臭送外卖，你横什么横？哦，对了，刘平，我儿子跳槽公司啊，正好是管你们送外卖的，你向我下跪求饶，说不定啊，我儿子会安排你不用送外卖，直接去做办公室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让一个送外卖的坐办公室，您这不是打我脸吗？对了，刘平吧，他只配做送外卖。别欺人太甚！哎，刘先生，啊，我过来了，您在哪个房间呢？我在817房间。
好，我马上过来了。好。三，我们新公司的老板知道我来这上班，一会儿过来特地来给我请。那是公司老板的看中你了，还不快去迎接？老板，是吧？见过刘先生。搞错了，搞错了，这才是刘先生。谁呀？我是刘乐，上礼拜刚跳槽到您公司，他就一臭送外卖的。妈的！你敢骂刘先生？啊！公司的小喽啰。我什么我？跟你说，我们跟刘先生相提并论吗？公司交给刘先生收购了，这才是你真正的老板。行了，行了。你来找我什么事儿？刘先生，这是公司转让合同，你看一看啊。嗯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是是是。我说儿子，你真把公司收购了？哎呀，你说我是把你直接开除呢，还是让你去送外卖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不就是收破了一家小破公司吗？有什么好值得你神气的？大哥，怎样了？废物东西，竟然被你评成了个垃圾呀、啊！别说是我弟弟，刘皮子，你竟然收购了一家公司，我承认，这的确让我很意外。就是一家小破公司，有什么好神气的？我是刘家，我儿子没行什么，你别误会他好吧？多担待他点。滚！哎，爸，垃圾东西，你也配合我说话？喂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儿子，我们离开这儿吧，这里不欢迎你。等等，刘平，那家公司我了解过，就是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，一年的盈利也不超过3块钱，而我一年就能赚3块。跟我比，你依旧是个垃圾。哎呀，是吗？一年赚3块就很了不起。那我要是说我一个月的利息就有5000块钱，你是不是就得崩溃了？你做梦！龙城的首富一个月利息都超过500，你难道比龙城首富还厉害？你以为你谁呀、啊？情敌之王，你好。今天呢，我不跟你谈收入，我就跟你谈点更实际的对象。我听说你被前女友戴绿帽，还被甩，至今仍然是单身狗一条吧？关你屁事！当然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告诉你的是。一个成功的人，他不光有事业的成功，找对象也是如此。等一下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完美的女人。刘平，胡芳芳，你们认识？刘平啊，那就省得我多做介绍了。芳芳是怎么样优秀的人，你应该知道。对对对对对，优秀优秀，十分优秀。刘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哎，刘平是我一个堂兄弟，牛逼不打草稿。刚刚还吹嘘，他一个月的利息就有5000，他就是一个被前女友戴绿帽子甩了的穷逼而已，跟我比的差距。什么？啥？刘少，你是什么垃圾，也配和刘平相比较？刘平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您原谅我吧。你不知道，自从我被开除后，根本没有公司敢要我，我真的不能没有工作呀。芳芳，你求这个垃圾干什么？如果说刘平是废物的话，那你就是个渣渣。我告诉你吧，刘平他没有吹牛，
他存在金海银行的钱每个月光利息只有5000。老娘看上你只不过是想和你玩玩而已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刘平，请您相信我吧，我是真的改好了。我不求其他，我只求您给陈行长打个电话，让我回去上班吧。嘿，行了，看在咱们同学一场的份上，我会给陈行长打这个电话的。是陈行长，是，谢谢陈行长，我现在就回来。谢谢刘平。刘平，你真是神好。我说我是，你又不信。儿子，你千万别被他骗了。我看刚才那个老板还有那个胡芳芳都是他找来的托，他呀就是想让咱们家出丑。对，刘平，不就是花钱找几个托吗？想骗我？怎么可能啊！唉，一群畜！看你一个连女朋友都找不到的人，还敢骂我们？是谁说刘明找不到女朋友的？汪梦飞，汪总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汪梦飞，是刘平的女朋友。哎呦，又来了一个托儿。刘平，你装啊！儿子，你干嘛打我呀？甘总不可能是托，我认识。汪总您好啊。你认识我？嗯，我们跟贵公司有合作呢，我是远望集团的部门经理。通知下去，全面终止和远望公司的合作。啊。不好意思，现在我们没有合作了。刘平，我们走吧。啊。汪总，喂，刘湘，你被开除了。领导，听我解释。伯父，这个呀是酒店的招牌菜，对身体特别好，很不错的。哎，还有这个也很不错，我都给您点上了。好。这小子，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呢。有了汪飞这么好的女朋友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？伯父，这其实不能怪刘平的，都是我太害羞了，我不让他跟您说，怕您知道之后不满意、不高兴，那就不好了。不会的，怎么会呢？我非常满意。我跟你讲啊，刘平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，不单单是他自己的福分。也是我们老刘家的福分。真的吗，刘师傅？太好了，有您这句话呀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决定了，以后和刘平结婚，我要给老刘家生3个孩子。那太好了。怎么了，刘平？行啊，你俩忙吧啊。伯父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老婆。汪梦飞，你够可以的。不光假扮我女朋友，连生3个孩子这种话都说得出口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胆这么大呢？怎么，你不想让这些成真的吗？孟飞，你还没说你来这干嘛呢？哎呀，不好。哎，小少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事给耽误了，所以才来晚了。汪小姐，我看汪家很不在乎和我们萧家的合作啊。怎么可能呢？萧家一直是汪家梦寐以求的合作伙伴，您误会了啊？是吗？汪梦飞，你不愧是京海第一美女吗？想必有很多人是为你倾心啊。小少，您过奖了吧？对了，关于这次合作，您上次提出的修改方案，我这边已经弄好了。您公布一下。王小姐不着急，我肖志辉呢明人不说暗话，说实话呀，我也喜欢你很久了，我就在想啊，如果咱们两个能变成男女朋友的话，那咱们这个之间的合作的话
会不会更简单？小少，您自重。王孟非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萧志辉看上的女人还没有得到。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谁？我。刘平，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。我说姓焦的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上次跟我争地，这次又跟我争女朋友，欠揍了吧？放肆！我看你才是有病。这！我说萧少，你也太虚了，不行啊！刘平，我劝你放开我，不然有你好受。哎，牛哥，这个时候还敢威胁我？等！哥，你快放开！萧少，我们绝对不能，快放开！放开！这。跟你说吧，不想挨揍，赶紧滚蛋！狗男人，你给老子等着！不是孟非，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刘平，据说我神豪花下了一万巨款买下了金海帝豪，难道那个人是你？如果没错的话，那个人就是我呀，因为我的确买下那块地。竟然真的是你，那可是一万巨款啊，你怎么说拿就拿出来了？一万块钱虽然挺多的，但也还好吧。王国首富都不一定能拿出一万巨款的现金，这世上恐怕也只有你不把这一万巨款当回事了。刘平，你真的好神秘。好，我现在回去。刘平，我有些事要回去先处理一下，就先不陪你了。什么？告别同学聚会？是啊，兄弟，我这不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最后重温一下单身时间，别搞了个同学聚会。刘平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同学聚会，有点意思。哎，永汉，你小子不错啊，不动声色的就要结婚了，够可以哦。就是啊，杨浩凡，你小子算是这些同学里最早结婚的一个吧。运气好，运气好。运气是挺不错的，但是呢，只有事业不好、生活不好的人才会早结婚吧。而且呢，就怕年龄大了，到时候娶不着媳妇儿，你就尴尬了。哎，你们两个看我干嘛呀？说的不对吗？哎，杨帆啊，你说呀，你这些年，你说你事业上取得什么成就了呀？你据我所知，你的婚房都是你自己买的。你说你结婚连个房子都没有，你说你结什么婚呀？杨帆还买了豪车呢。杨帆，你那辆车不便宜吧？是刘平。豪车？一个连婚房都没有的人还能有豪车？哎，杨帆，你车花钱租的吗？你花多少钱租的？哎，你说咱们都是同学啊，你有必要搞这套吗？啊，这么装有意思吗？哎，对了，说刘平，哎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哎，刘平现在好像是送外卖的吧？果然，穷逼永远都是没出息的。张红，你过分了。你说我可以，但是不能这么说刘平。刘平现在混得很不错，已经和我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。不是一个层次的了啊？对啊，哦，现在啊，连同学聚会都不敢来参加了。确实是不是一个层次。谁说我不敢来的？哎呦，兄弟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，路上堵车。刘平，谁不知道你是个送外卖的呀？你可真能装呀。这张红有毒吧？读书时就一直针对我和杨帆，现在又针对。张红，我的建议是，你要是不会说话的话，就少说点。你心虚了？我心虚个锤子呀！我以前是送外卖，但是谁规定送外卖的就不能买车？哎，我还就告诉你了，我就是开车来的。哦，对对对，
你买了个破二手车，开起了散架的那种。嗯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请问楼下那辆法拉利是咱们这个包厢顾客的吗？什么法拉利啊？我们这没人开法拉利来啊。就是，这么贵的车，谁开得起呀、啊？哎，不是你们，你是我的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刘平，你是真能装呀！谁不知道你是个冲送外卖的呀？啊，法拉利高端20块钱，你买得起吗？你骂我是这样的，先生，由于您的爱车太过贵重，我们防止您的车被刮蹭，想将您的爱车换停在专门位置，不知道方便吗？可以。刘平，你真买法拉利了？买辆法拉利而已，很难吗？买辆法拉利很难吗？听听这口气，刘平，你也有点太凡尔赛了吧？我早就说过了，刘平现在不一样了。他现在是个成功人士，说你们还不相信。兄弟，好样的。这就是有钱人的感觉吗？也太爽了。刘平，我绝对不相信你买得起法拉利。张红，你是不相信我能买得起法拉利，还是不愿意接受我不再是个送外卖的，而是成功人士？刘平，就你也算成功人士啊？你以为租辆车冒充一下就能做成功人士啦？真正的成功人士是，哎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来晚了。刘平，看看像蔡少这样才是成功人士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刘平，哦，原来你所谓的成功人士就是蔡少这样。那当然了，蔡少可是我们学校的佼佼者，就你这样比蔡少提鞋都不配。你给我闭嘴，你再说是想害死我吗？刘平，刘先生，这话不是我说的，你都听到了，我哪敢跟您比啊。蔡少，你好成功啊。蔡少，他就是个穷送外卖的，你堂堂蔡家少爷，你干嘛对他那么恭敬啊？你给我闭嘴吧，你是想我蔡家死吗？刘平，刘少爷，自从上次拍卖会以后，我们蔡家已经濒临破产，不仅是金海银行对我们家发起了制裁，白金汉也对我家发起了制裁，现在我们家快破产了。蔡家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怪不得。是是是，怪不得您，都是我，都是我以前有眼无珠，得罪了您啊！求求您开开口，给我们蔡家一条活路吧！算我求您了，算我求您了，求您了。行，我可以打这个电话，可以告诉他，不过他们可能会放过蔡家。嗯，确定。好。好好好，没问题，只要有您这句话，那各位你们先吃好玩好，我先滚了。你这贱人，还不赶紧给我走，敢惹刘少生气，小心我灭了你。兄弟，实在对不住，我也不知道今天这个聚会怎么弄成这个样子。哎呀，我能理解。那既然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不是你，王倩，刘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为什么在这儿？而且你这是在陪酒。你怎么还好意思问呢？要不是你把我的那个大款赵富贵吓跑，我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吗？也对，你现在有钱了。你以前不是想跟我做那个事儿吗？你现在只要给我1块钱，我就愿意跟你做那个事儿。而且我什么姿势都会哦。你喝多了。刘平，你还是那样，让你上你不上，我真看不起你。跑哪儿去了你？陪老子喝酒呢还得？放手啊！还在跟我玩游戏呢。放开！妈蛋！都不是老子女朋友了，还要老子操心？放了他！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一命救美啊！小子，这女人是我们花钱喊来陪喝酒的，识相点，别多管闲事。我说放了他！妈的，你小子是油盐不进听不进话是吧？老子要揍扁你啊！这回可以放了他吧？能能，太能了哥！既然这是哥看上的女人。把弟弟们让给你哥哥了，走吧。果然，什么能力都比不上超能力。
你没事吧？刘平，你为什么救我？我不是帮你，是帮我自己。这个你拿着吧，以后好自为之。哎，停下停下！这是高档别墅区，外卖不得入内。不是，我不是来送外卖的，我是来找朋友的。像这样人见多了，说了不能进就不能进。你把他拦着，让我进去。你快进！就这个，这另外就是拿一块鸡块的人，还真正的有钱人。爸，我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嫁给肖志辉。老子呀，现在集团面临危机，你只要和肖兆结婚，那才能解除危机啊！就是孟非，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你们汪家彻底破产？这一切还不都是你搞的鬼？就是老子搞的鬼。你和刘平上次不是很得意吗？我就是要好好教训教训，让你们知道得罪我的下人。啊，对了，你真以为我喜欢你？你在我眼里就是个贱人。老子就是要玩死你！王老爷子，看来孟非是非我非嫁了。我要是说不呢？刘平，你终于来了。有人这么明目张胆的抢我老婆，我怎么不来？讨厌。叔叔，我叫刘平，是孟非的男朋友，我要娶她。原来他就是刘平，那个斥巨资买下京海帝王的人之事。刘平，我已经决定娶孟非了。如果你识相的话，我劝你放开手。你要知道，我只是萧家，没有什么好果子吃。萧家？哦，就是那个举全族之力都凑不出一万块钱，在拍卖会上输给我的萧家。那我可真是害你。我懒得念。王老爷子。孟非呢是您女儿，至于到底嫁给谁，您自己决定。爸，你先闭嘴。虽然传说刘平买下了京海帝王，但根据调查，他只是个普通家庭出身，之前还一直在送外卖，所以他是否真的有钱，这还要再确定啊。至于这肖志辉，他是肖家少爷。现在集团又遭受危机，按道理让孟非嫁给他是没错的，只是还需要再多做思量才行啊。哦，对了，孟非，我这次来呢可是带着诚意来，不像某些人空手而来。这串海洋之心呢，价值连城，举世无双。我就在想，只有你这么漂亮的人呢，才能配得上这么珍贵的项目。竟然真的是海洋之心，那少少啊，看来你是真的想娶我家孟非啊。那是自然啊。这肖志辉怎么也有个海洋之心啊？难道我这……不对，亮王虎也不敢拿假的糊弄。怎么样，小哥？光拿嘴炮没用，你得拿出实际行动来嘛。好，不拿嘴炮。但是肖少啊，你怎么就能那么确定你这串海洋之心是真的？我堂堂萧家少爷难道会买假货吗？为什么不呢？哎，说来也巧了啊，我这里呢也有一串海洋之心。刘平，你怎么也有海洋之心啊？不菲，这串海洋之心我上次就要送给你，不过你走得太匆忙，所以就留这次吧。刘平，你拿个假货出来有意思，真的海洋之心已经在我手里了。你那条怕不是连一分钱都不到的这条狗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的是真的，你的是假的？胡说八道！我堂堂江家主，怎么可能买假货？那你就是低能儿，被人骗了。哎，两位先知啊，老夫对珠宝还是有些研究的，你们看看
是否能把海洋之心给老夫一看呢？看就看了，反正我的是真的，也不错。谁怕谁？这两条海洋之心，无论从地质上还是外观上，都是很不错啊。只是这串有些……汪家，你不会允我呢买一条假的送给孟非吧？说，导演，您被骗了。您买的那串验证的海洋之心退了已经3万元。但对方却收您5块钱，手上已经把那份5块钱已经退了，但是谁都给您。萧少啊，买假货都能被人骗，你还真是个低能人。周平，你和我算对是没有好下场。等着，萧少，萧少。立刻把刘平老子绑了，我要让他死。雪儿啊，你看，只是一串项链而已，你又何必直接肖志辉的痛点呢？爸，爸可不能这么说呀！海洋之心价值连城，肖志辉既然拿个假货来糊弄我们，就是他的不对，我们刘平做的是对的。是啊，叔叔，孟非说的没错。你也不想受骗是吧？况且他还想给孟非，这是我能接受的。这道理我又何尝不懂啊？只是，既然刘平连海洋之心都拿得出来，那他是神豪的事情很有可能没有错，我就再试探一下。是啊，我想问你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呢，你是不是真的想娶我家孟非为妻啊？爸，你这问的也太直接了。不直接，事关重大，问清楚点好。孟非，在回答叔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先问你个问题。你之前说是我女朋友，你是真的喜欢我才能说？那当然啦，那你以为我有乱做别人女朋友的毛病呀？那就好。孟非，我也喜欢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好啊，你们两个能互相相爱，若真的能在一起，那何不防为一番佳话呢？啊，侄儿啊，那就说第二个问题，你知道汪志集团现在的困境，需要多少资金才能解决吗？多少？1000。汪氏集团的困境比上次更为严重啊，所以花费更得多。若我希望你能出这1000，你是否愿意？或者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呢？叔叔，我听你这话，怎么感觉我们是在拿孟非做交易呢？侄儿啊，你这么想也是正常。我的确是想借助孟非挽回汪氏集团，不过这不是在卖。我膝下只有孟非这么一个女儿，将来的汪氏集团也是留给孟非的呀。我只是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汪氏集团就这样倒下，这是一辈子的心血呀。啊，叔叔，我刚刚这个开玩笑，您别介意。您放心，既然我已经答应了秦飞，这一关自然会保过。支付宝到账2000元。刘冰，这是
刚刚叔叔不是说需要1000元才能抢杯子吗？剩下的1000元就当做给人了。哈哈哈！真说的好谦虚啊！啊！刘平，你已经有房子了，你干嘛还要买房子？那不一样啊！你的房子是你的，咱们要现在买了是咱们的父母，自然的。哇，刘平真好！你好，先生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你的吗？我要买房，把你们这儿最贵最好的别墅帮忙介绍一下。啊？怎么了？没有吗？我在广告上看说全金海就你这个别墅。哦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有的先生，我这就带你去。又来一个没钱硬装的。小叶嘛，你就是不该搞不出业绩的。整天接待这种没钱硬装的人，这房子能卖出去才怪了。黄姐，不是说进门就是客吗？进门就是客，天真啊！有些人也配啊。水先生啊，请您简单的看完沙盘就立即离开吧。我们可是很忙的，没有时间去接待一些闲杂人等。哦，对了，本售楼部呢，拍照发朋友圈的话是收费5根，能拍照的话请记得去缴费哈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还不明显吗？我们这里的别墅最低售价也要20块。你觉得你买得起吗？嘿，算了，我不要跟他计较。哼，还别和我计较，是我不和你计较啊。信不信我打死不抽你？哎呀，想打人是不是？保安。什么？闹事啊！先生，请你关了我都不是关了门。就你这样，还想跟我碰？真是白痴。哈，小黄啊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天哥，那您怎么来了？你说你来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？我好提前去迎接你呀。我不是想你了吗？过来看看你，顺便买套别墅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啊。那肯定的呀。好漂亮啊。他们这是一群鬼，想来我们这里装，说了那么两句啊，还不乐意了，真是让人恶心。小子，看到了没有？像天哥这样的才是我们圣楼部主要的客户。至于你呀、啊，哪凉快哪待着去吧。这女人越看越漂亮，要是能让我玩玩。天哥，天哥啊，我们该去看别墅啦！哦哦，看别墅，看别墅。美女，这小子买不起别墅，你可不可以跟他分手？跟我现场就送你一套别墅。天哥，你也太大方了，竟然能送别墅。美女，你走运了。我不需要，你还是送你自己吧。找死吧你！不知好歹，既然你那么喜欢跟他过苦日子，那你就跟他过去吧。走啊，带我去看别墅，我今天一定要定下一套来。好的，天哥，您这边请。明飞，你刚才就不该拦我，我要把那两个傻缺揍成猪头。我们现在啊，穷鬼就是穷鬼，一辈子也买不起套房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哎，小王，我看这一套不错哎，这别墅不错。先生，您还需要买别墅吗？买？怎么不买？这里的所有别墅，除了那个死胖子看过的，不要了。什么？先生，我没听错吧？您刚才说您全要了？怎么，不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只是，哎，这个穷鬼，你真是够了。说大话你也不怕闪了舌头？你知道我们这里的别墅全部加起来价值多少吗？最少要500。你还全要了？你买得起吗？你疯了吧你？就是啊，你能买起一套都不错了。我有钱，我就要全买，你要吗？你
赵老板，这次城里金海帝王开挂，可全靠您了呀！老头，什么事儿？常老人，刘先生，老板您来了，这个穷鬼大言不惭的说要把我们这里的别墅全买了。刘先生。你我怎么了？刘先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我想买套别墅，被他们比制成穷鬼了，难起。什么？林总，您知道刘先生的事情吗？他说金海帝王的购买，我本来还想让你加入金海帝王的开发，算了，你做梦去吧。刘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这些都是下面的错，我不知情啊，求别不让我参与金海帝王的开发呀！贱人，快滚过来！让刘先生道歉。刘先生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。不知道就可以随便看不起您？林老板是吧？贵公司的专业太多了。真是让我失望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贱人，都怪你，你们开除了。嘿，先生，林总啊，他已经彻底认错了，而且把他们最最最好的、最好的学生团队废了。先生，不要等了，只求的。正宝啊，我把金海帝王的项目全权交给你开发，是出于对你的真心。让我希望别提这事。是是是，李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。那那个刘先生呢？我们怎么的话是参与我们这次的地方开发？这个你看着办吧，但是我不希望再出事。什么？爸，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没事。幸亏人家熊先生出现的及时，才没被那人所绑架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熊经理，什么情况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刘先生，我今天呢在街上刚好碰到一群人要绑架伯父，这才出手救了伯父。那你知道这些是什么人吗？好像是萧家的人。萧家，萧志辉，对，好你个萧志辉啊！我没对你动手，你倒对我家人先动手了。喂，张度，我要收购小氏集团。他妈的，你们这群废物，这么官人连一个老家伙都出。老子养你们不如养条狗！刘平，这次算你运气好，下次可没有这么好运。脑子进水了吗？不知道进门之前要敲门吗？少爷，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，集团被人收购了。你脑子马他了？谁有这么大能耐能收购我萧氏集团？我刘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来我萧氏集团找我麻烦？我为什么不敢来啊？你这萧氏集团是盘丝洞还是阎罗殿啊？这么可怕？哦，对啊，有个事儿我必须更正一下啊，这里呢已经不是萧氏集团。他改姓了，姓刘，什么意思？你助理刚才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吗？你集团被人收购了，那个收购的人就是我，肖少爷，这是收购文件，请你过目。不可能，肖氏家族人在肖氏集团已经占股超过60%，怎么可能不经过我的同意？
能收购得了？很简单啊，我只要把其他消失人的股份收过来，我的股份自然就给你了。小少，就说嘛，你脑子不太好使，他们怎么？所以啊，就别开公司了，拿这些钱吃喝玩乐不挺好吗？他们怎么敢背着我？把股份卖给你啊！他们一开始确实是不想啊，但没办法呀，我给的实在太多。肖志贵，这就是你和我决定的下场。我们好快点儿，好了好了。来了来了，新鲜的大腰子！滚那啊，吃不了一点，你来点行，兰兰肯定喜欢。我和兰兰老夫老妻，用不着这个。但是你们俩，哎，别给咱们男人丢脸。哎呀，讨厌！我要去看看其他东西好了没。太凶了！哎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感觉有人在暗中观察。萧家被龙收割了以后，其他金海家族打压他，已经彻底破产，早就离开了金海，会不会没有休息好，还没有换血？可能吧。我去趟洗手间。去吧。哎。刘平，刘平，你在哪？刘平，你在哪儿呀？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好的，睡了吧。没事，我让你们所有的监控我都看了。没有您说的那个声音，所有监控都没有。是的，所有都没有。我在想，要不是一个人的反侦查意识很强，要不就是供应链避开了所有的监控，要不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。怎么可能没有啊？他刚刚差点掐死我呀！你们看，这边看我家，就在那边。你们没看到吗？刘先生，你别激动。此事啊，的确很蹊跷。要不您把这个人的特征呢，再给我详细的说一下，我再去看看。是啊，刘平，你好好想想，再和我们说说。那个人穿了一身黑，戴着面具，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只是他给我一种感觉。熟悉，而且他还对我说：“你不应该来这里。”不应该来这里？公园谁都可以来。对呀、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里是公园，谁都可以来这里。难不成这里是他的地盘，我们都没有交保护费？哎呀，杨帆，你这个冷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好吗？你刚刚说那个人很熟悉，你再想想，会不会是你认识的人啊？是吧？我只是感觉他很熟悉，那种感觉。比我对你熟悉。比你对我还要熟悉？那怎么可能啊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即使那个人戴着面具，你也应该能知道他是谁呀、啊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会不会是身边其他什么人啊？想不到，好痛啊！疼啊！刘平，刘平，哎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想不到就不要想了。
刘大哥，你要是觉得我管理不好公司的话，那大可开除我，但你不能这样侮辱我。什么？小南，你说我要强推你，是不可能吧？刘总，您坐都坐了，您就别装傻充愣了。我装什么傻呀？我做什么了？我就装傻充愣？我什么都没做呀。装，继续装。你别以为你是老板就可以为所欲为。王小南，你去报警，让警察抓这个虚伪分子。小马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他刚才说刘斌想要强推你，但我并不觉得刘斌是这样的人啊。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误会什么呀？你是刘平老婆，你肯定向着他。你闭嘴！小南，你能和我说通吗？孟非姐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上午刘平哥找我去办公室，说有公事要跟我谈，然后他非没有跟他睡觉，我拒绝了，但是他要用强的，还是其他同事发现了之后他才停止的。但是他跟我说，我要是不答应他，这公司我也待不下去了。小南，如果你刚才说的是真的话，我想你肯定是误会了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一上午，刘平都和我在一起。孟菲姐，你们上午真的在公园野餐啊？对啊，还有赵芒、杨帆，我们都在一起。你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他们。嗯，路上的监控应该也都拍到了我们在一起的画面。不不不，孟菲姐，我相信你。可是，那我上午看到的那个刘平大哥是谁啊？难道是他？真是没想到，当肖家大少的父母沦落到无人上家之前的那年，可悲。你想不想报仇？想不想杀了我？刘平是我们共同血仇，做梦都不敢想的。行，我可以准杀了你。那几个刘平不应该出现在这的。刘平，我已经出门了。嗯，我们民政局门口见哦。哎哎，不好意思，肖志慧，我喂，你好，刘平，今天下午3点，我在城郊的废弃工厂等着你。肖志辉，你已经输了，觉得我会去见你吗？是吗？那这样。孟非。刘平，你现在应该会。记住，你一个人。肖志辉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孟非，你很有种吗？说一个人就一个人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肖志辉，这是我们俩的事，如果你还算个男人的话，你就放了孟非。我不是男人，我不是男人，我他妈堂堂肖家大少，你一个死臭外卖的啊！你说我不是男人，我今天就他妈弄死你！真的以为我傻到一个人来？我一定，我们一起来的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也敢伤害刘先生？
锦绣之会。好嘞。今天谁也不知道萧真的杀人。是你。别站，他就是你在公园里的联系人。刘亮，你说你乖乖的让萧真灭了，不是很好吗？我还没鼓动呢，还不想死。好强，好强！你杀了。而你如今算大，你还不能走！李林，你还真让人讨厌啊！你怎么这么穷追不舍？难道不怕我杀了你？你不会杀我的。哦，怎么说？你很强，你想杀我，无论是在之前的公园还是刚才，你都动手了，但是你没有动手，所以我断定会杀。或者说，你不能亲自动手。你很聪明，这都被你想到。的确，我是不能亲手杀你，至于那样，这个世界就不正常。这个世界会不正常，什么意思？你想知道我的真面目吗？想，想。行，那我就满足你。不过，你不要太惊讶哦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刘平。你的名字和长相怎么跟我一模一样？因为你就是我呀。我就是你？什么意思啊？当然你也可以这样，我就是你。我们本来就是同一个人，只是所处的时空不同。按你们时空法来说就是平行时空。平行时空？对，平行时空。刘平，你知道你给我带来了多大麻烦吗？同一时空，一模一样的两个人是不能同时存在的。因为你误入了这个时空，莫名的挤压了我的生存空间，让原本属于这个时空的我成为了边缘人。我恨呐！所以，你就要杀了我？对，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夺回这个时空的生存权。只是按照时空生存法则的规定，不能亲手杀人，只能让这个时空最恨的人杀你。这个人就是萧指挥，可惜是个废人。等等，我想问个问题啊，如果我死在了这个时空，那我会回到原来我的时空吗？谁知道啊，可能会，可能不会。我去，你这完全不在乎我的死活吗？我为什么要在乎你的生死？行，算你狠。刘平，刚刚我有了一个有趣的想法。既然你的存在会让我慢慢消失，那不如一起去死吧。伤者呼吸减弱，抓紧抢救。伤者心跳开始恢复正常，脱离危险，抢救结束。
我没死。爸，妈，哎，小刘，新婚快乐！我看在你这次结婚的份上，我这月的房租我就不升了。哎呀，这样不合适啊！对了，傻小子，今天是你结婚的，你说你咋躺着睡觉呢？儿子，婚后你得对媳妇儿好点，你可不能欺负人家。嗯，哎，老公。你快看看我这个后边这绑带是不是松了？王倩，我是要和你结婚。就是你睡觉睡懵了，不是跟我结婚，和谁结婚啊？行，我出去等你啊，快点出来。我难道是回来了？老公，快点，等你呢。啊，好。万物贬值系统开启，即刻起宿主的财富值保持不变，世上所有物品物价贬值100万倍。